审美的女性角色会让我扮演，没想到还是让我反串，所以谢谢。今天我们对美丽的曹操，我今天是京剧改编的，我歌曲叫向天再借500年，我在里面扮演的是曹操，我扮演的是苏辙。走来走去的，位置再往里来一点，这个位置还是往里来一点点啊！来都看媳妇的，别扯，别再扯，别又能出来扯啊！我跟你们一起扯啊！行了，别吱声了，谢谢。
他俩合着这肩膀不能太宽，这是冰雪啊，不要说话。这是烈士手中演一个巴克伦。特别好，信任心。哎，谢谢。
行，一个字儿。大观园里边留了几人情房，林黛玉娇姿与众儿不同。大宝的那个味道。